大家好，我叫王开喜，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教师。那么下边一节课呀，我们一起学习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辨析。英军焚毁圆明园原因的辨析。我们都知道，在这个1860年10月，侵入到北京的英法联军，大肆劫掠了圆明园。那么在此之后呢，那么又放火焚烧了圆明园。那么关于这个圆明园被焚毁的原因，那么我们国家的史学界呢，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说法很不一样。那么大致归结起来呢，这个观点呢有七八种之多。那么我个人是吧，在研读了一些相关史料之后，那么我认为啊，以上的这各种说法都不符合啊，或者说呢不完全符合历史的事实。那么关于这个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那么我想分几个问题来谈啊，那么主要分四个问题。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要介绍一下传统的史学观点那么第一个问题啊，叫做众说纷纭、扑朔迷离的传统观点。那么在这些众多的这种分析原因的时候有这个众多的说法当中，那么我们首先介绍第一种观点那么第一种观点呢，我把它概括叫做掩盖罪证说，掩盖罪证说。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他们一般是这样认为的他们说呀，这个英法联军在劫掠了圆明园之后那么英军的头子叫做额尔金为了掩盖英军劫掠圆明园的这种罪证那么就下令焚毁圆明园。那么这种说法在中国近代这个史学界这种说法很多。例如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稿在这史稿当中，他们是这样写道，说为了消灭京人掠夺的罪证，又纵火将它烧毁。那么这也是近代史稿当中的一种观点。又例如像《人民日报》理论部编的《中国近代史漫画》那么在这个漫画当中，他也说英国人为了掩饰这一惊人的罪行，又将园内建筑付之一炬，使之变成一片焦土。那么其他人编写的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那么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说法。那么关于其他的一些著作我在这儿就不再详细讲了。那么新编的中学历史教材那么也同样有这种表述。那么新编的历史教材当中，他们讲到这么一个问题说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之后是争先恐后，掠夺珍宝，抢不走的东西他们就砸碎接着他们又讲说为掩人耳目，他们又放火焚烧就是史学界普遍形成这么一个观点，就认为英军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证那么下令焚火下令呢放火焚烧圆明园。那么台湾的一个学者叫做汪荣祖那么汪先生呢，他也是这样讲他说呀，额尔金之所以是吧要把整座圆明园夷为平地，看来是有意销毁劫掠的罪证，因此让许多被盗走的财宝不能够再被清点出来那么这是汪先生的一个说法。那么持这种看法的一些学者我们可以发现呢，就是他们满怀着这种民族义愤他是要揭露和谴责外国侵略者的这种侵略的罪行那么是在批评那么英法侵略者毁灭人类文明的这种罪行那么我认为这种立场应该说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是完全正要的啊，完全重要的啊，完全是一种必要的和正确的。那么但是这种说法啊，对于这个英法侵略者啊，他是焚毁圆明园这个原因的分析啊，那么却不符合历史的事实。那么为什么说它不符合历史事实啊？我主要有这么几点理由。第一点理由啊，就是这种说法没有详实的史料做基础啊，没有史料支持啊，就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举出一条史料来支持他这个观点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这种说法带有非常浓厚的啊这种主观想当然的色彩啊，是一种主观的一种推断。那么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啊，确确实实有一些人啊，特别是坚守自盗的人，是吧，他为了掩盖罪证啊，要放火焚烧现场啊。那么这种情况呢，应该说是比较普遍的，或者是经常见到的啊。你比如说讲，我们在看一些有关清史的一些小说啊，清宫的一些小说啊，他会谈到一些太监呢，那么这个盗窃了这个清宫的一些财物之后啊，他是放火焚烧现场啊。那么这种情况啊，只有在以下这种特殊情况之下啊，那么才有意义啊，焚烧现场啊，它才有意义。在什么情况之下？它也有两个条件啊。那么第一，在它纵火之前，人们还不清楚。至少呢是还不十分清楚到底谁是犯罪者啊，谁是犯罪的一个嫌疑人啊。那么这是一个必要前提啊。那么第二个前提就是他一旦纵火之后，有可能使这个案情进一步的复杂化啊，或者说呢有可能转移人们怀疑的对象，是吧，只有这样他才能够达到蒙混过关啊，蒙混自保的目的。那么但是我们看一看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进行的，是吧，可以说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对于这个事情，是吧，英法侵略者也是供认不讳的。那么因此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焚毁圆明园啊，并不能够达到，是吧，就是掩盖他们劫掠圆明园的这种罪恶的这种罪行。那么而且是吧，就是当时的英法侵略者啊，也没有像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啊，他们因为劫掠了圆明园有一种羞耻感啊，他们没有这种羞耻感，是吧，那么就更不会产生因此而产生一种啊要掩盖这些罪证的啊，掩盖这些罪恶行径的一些想法。那么当时的这个英国人和法国人把劫掠，是吧，抢劫圆明园说成是什么呢，是将圆明园珍贵之物季节移去啊，我兵之入园并非抢劫啊，他抢劫圆明园的东西，他说我把这东西移去啊，转移一下啊，他并不认为啊他是一种抢劫，是吧。那么还讲说他们呢是复制圆明园拿取物件重兵分用啊，就是他没有一种羞耻感，是吧，就有些狡辩啊，或者类似于像我们有时候那个谈的说那个鲁迅先生讲的那孔乙己啊，说这个读书人啊，那偷书能算偷书吗，那不算偷书，那算窃啊，窃取，就是带有一些这个非常明显的啊一种自我狡辩啊。那么说我说他这个就是上面这种说法呀 啊带有非常的强烈的一种主观想当然的色彩啊。那么第三点啊，就是英军为什么要焚毁圆明园，实际上英国人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说法啊，就是他们有自己的自过啊，对这个问题他们讲得非常清楚。那么至于这个英国人到底怎么讲的这个问题，我后面再讲啊。这是我介绍的第一种观点，就叫做掩盖罪证说啊，就是为了掩盖劫掠圆明园的这种罪恶，是吧，那么他们要放火焚烧现场啊。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学界啊谈到英军火烧圆明园的第一种说法啊。那么下边第二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呢，我把它概括为呢叫做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啊，掩盖罪证，同时惩罚清帝说。那么持这种观点的一些这个学者，他们认为，啊，说英军的头子额尔金，啊，一方面是为了销赃灭迹，啊，那么同时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是吧，对清朝皇帝进行严厉的责罚。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啊，那么他们普遍是这么一种说法啊。你比如说讲，像这个中国近代史新编，啊，那么中国近代史新编当中啊，就明确的这样讲，说英军头子啊，英军头目额尔金和克林顿啊，为了销赃灭迹，为了对清帝加以严厉的责罚，并且留些报复的痕迹，决定将他那辉煌的避暑行宫稍微平定，是吧？那么像提出这种观点的啊，这些学者，啊，那么还有很多人，啊，也有很多著作啊是持这种观点。那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啊，我们认为啊，他虽然触及到了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啊一个实质问题，但是这种说法我个人认为啊，还有一些啊不够令人满意的地方。为什么不够令人满意啊？原因是两个。那么第一个啊，掩盖罪证说与惩罚清帝说是同时并立的啊，同时并列的，是吧？而掩盖罪证说，是吧，又是居于一个更主要的地位，或者说他还没有完全摆脱掩盖罪证说的这种影响，这是令人不满意的第一个原因，或者第一个理由。那么第二个理由啊是什么呢？就是这种说法没有能够对英军啊焚毁圆明园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啊，进行进一步的揭露，就是他提出的这种说法没有进一步的去进行论述，啊，因此这个第二种观点我个人认为啊，那么也有值得进一步的去探讨研究的啊这种必要啊，这是第二种观点。那么第三种观点我把它概括叫做军事行动说啊，军事行动说。那么持这种说法的啊，我们虽然还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啊把这种说法是吧写到啊那这个专著当中去啊，没有见诸于我国的史学这个论著啊，但是在一些有关史学著作当中，一些论文当中，甚至一些史料当中啊，是有蛛丝马迹可寻的啊，还是有这种痕迹。那么像这个恭亲王奕欣在1860年10月10号啊上的一个奏折当中啊，他就有这种说法。那么在这个奏折当中啊，恭亲王奕欣他讲啊，说该夷，就是指的英法联军，啊，该夷已超至德胜门土城外，啊，就是已经到达了德胜门外的这个土城外，啊，就是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元大都，啊，成员遗址公园，啊，已经超至德胜门土城外，岸西森格林庆、瑞陵之后，我军不战自溃，败兵纷纷退至圆明园，啊，清军是吧？从这个德胜门外的这个土城外啊。啊，那么败退到圆明园这个地方，接着他讲说夷匪亦衔尾而来，那么英法联军跟着败退的清军啊，那么到了圆明园，啊，占据园亭，焚烧附近街市，令人发指，啊，那么这是恭亲王奕欣的奏折当中谈到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可以回想在20年前啊，台湾的导演李汉祥啊，编导了一个电影片，那么这个影片叫做《火烧圆明园》，啊，那么这个《火烧圆明园》当中呢，有这样一组镜头，啊，就是这个英法联军打到这个北京的时候，是吧？他们到了圆明园附近，啊，那么在这地方烧杀抢掠，啊，那么当地的一些村民猎户就奋起反抗，啊，那么后来这些这个村民猎户啊，因为寡不敌众，啊，那么就退到了圆明园。那么这些人到了圆明园之后，在管园大臣的这主动
引领之下，啊，就退到了圆明园，啊，里边的一个宫殿，啊，就是安佑宫。那么这个安佑宫呢，是在这个陈列啊清朝的列祖列宗皇帝的画像，啊，是这么一个很神圣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这个清军呢，就把这些猎户呢，藏在了清朝皇帝列祖列宗的画像后边，啊。那么接着英法联军，啊，到了圆明园开始火烧圆明园，有这么一组镜头。那么这组镜头，我们可以说它的错误的地方很多，啊，很多，啊，村民猎户有反抗，啊，那么这个事情可能是有，啊，那么但是圆明园作为皇家园林，是吧？这个守卫圆明园的这些护军，是绝对不能够允许这些一般的老百姓，是吧？败退到圆明园当中去，是吧？更不敢允许这些人，是吧？退到清朝皇帝列祖列宗的这种画像后面。那么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当中，这种行动是对于清王朝、对于清朝皇帝啊列祖列宗的一种大不敬行为，啊，就是当时护军不可能让他们到这个画像后边去。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在这个火烧圆明园之后啊，36年之后，啊，那么在1896年，晚清的重臣李鸿章，啊，他出访这个欧洲。回来之后呢，他就到圆明园这个地方了去凭吊，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已经衰落了，啊，那么他就去进去了，啊。那么这个李鸿章到了圆明园之后，最后被清政府知道了，啊，清政府颁发了一个上谕，对李鸿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啊，说什么呢？说李鸿章作为一个晚清重臣，是私入禁院，啊，私自进入了皇家园林。疏于体制不合，着交部议处，啊，要对他治罪议罪，是吧？晚清重臣李鸿章在36年之后进入圆明园，都要受到清政府朝廷的啊这种严厉的斥责，是吧？更何况在这之前，普通的老百姓，是吧，进入圣殿安佑宫，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当然火烧圆明园它作为一个普通的影视片，是吧，我们没有必要，是吧，去这个对它史实上的这种失误啊进行评论，啊。那么但是这个影片所造成的一些恶劣的影响，对于历史事实的歪曲，是吧，我们却不得不提起啊提高一些警惕，啊，不得不指出啊它的这些错误的地方。那么前面讲到的这个电影火烧圆明园这个说法当中的一个最大错误在于什么呢？在于他把英法联军，是吧，劫掠焚毁圆明园，啊，把这么一个野蛮的罪行在不经意当中，是吧，又把它淡化成一种什么呢？英军是尾随着抵抗者的啊一种不自然的军事行动，它就不再是野蛮的破坏，是吧，人类的物质文明，而是什么呢？尾随着抵抗英军的这些猎户进入英法，进入这圆明园，啊，然后发生了对圆明园的这种劫掠破坏。那么这样呢，就在很大程度上开脱了侵略者，是吧，焚毁劫掠圆明园的这种罪责。所以说这是一种说法，是军事行动说，啊，那么这个军事行动说呢，应该说不符合历史事实，这种观点，是吧，它是有害的。那么这是第四种观点，啊，不是第三种观点，啊，我们看看传统观点当中的第四种观点。那么第四种观点呢，我把它概括叫做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啊，咸丰帝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那么持有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他们认为，啊，认为什么呢？下面基本上他的原话，啊，他说，说是清帝居然不顾国际公法，竟在兵败如山倒之际，用偷袭手段绑架应邀入通州进行停战谈判的外交使节和随团采访的《泰晤士报》等记者一行39人，啊，说清朝皇帝啊，是吧，
就是扣留了、绑架了啊英法这些谈判代表，啊扣留了《泰晤士报》的记者啊1039人。接着他又讲，说这些啊英法外交官和记者们被投入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大清天牢，经受煎熬，不经炼狱便超生天国，不再说大有人在。啊，说什么呢？说这个英法的这些谈判代表被清政府投入大牢了，对他们进行严酷的啊这种拷问啊，这个虐待啊，那么有很多人那么被虐待而死了。他说呢，因此啊，英军的这个焚毁圆明园，完全是由于咸丰皇帝啊心郁而闭，计蠢而毒，玩火自焚，毒出下策导致的恶果。那么很明显，这种观点把批评的矛头主要是对准了清朝皇帝咸丰，啊，认为咸丰皇帝他的种种错误的做法导致了英军焚毁圆明园。那么这个说法我认为啊有些不妥啊，那么有几点是需要进一步的去商榷啊，进一步去探讨的。那么首先第一点是吧，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认识和理解啊清政府虐杀英法的外交官啊，包括他们的记者和他的战俘啊，怎么样去来理解和认识这个问题，怎么样理解清政府虐杀他的外交官、他的记者和国际公法之间的关系？因为他谈到了嘛，说清朝皇帝居然不顾国际公法，是吧？虐杀了这些人，啊，那么这一点需要讨论的。那么第二点，啊，那么英国的外交官、记者或者战俘，啊，那么是不是在清朝的这个大牢当中啊，刑部大牢当中，啊？遭受到了比但丁《神曲》描绘的地狱还要恐怖的虐待，啊，就是清政府啊，对于这些这个战俘这个虐待啊，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对吧？那么这个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那么第三，啊，那么清政府虐杀了一部分英法人质，是吧？使一些英法人质呢被虐待致死了，啊，那么给英国人是吧焚掠圆明园提供了一个口实，提供了一个借口，啊，那么导致了圆明园被焚烧，是吧？那么对于这一点，是吧？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是吧？我们也自然应该给予这个揭露和批评，啊，就是对于清政府啊，那么需要啊给予这个揭露和批评。那么但是啊，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英法侵略者是不是更应该受到批评，更应该受到这种谴责？或者说圆明园被焚毁啊，这种板子啊批评的矛头主要是应该针对清政府还是更应该针对外国侵略者？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进一步的需要讨论的。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啊，我想我在后边呢我会再继续谈我的观点啊，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我再就不再详细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种理解和看法啊。首先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国家史学界啊关于这个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啊，那么大概都有几种说法啊。那么这前面介绍的第四种说法叫做咸丰帝啊独出下策招致恶果说啊。那么第五种说法啊，第五种说法呢叫做中国奸民焚掠说啊，就是中国内部的中国自己的人啊，一些奸民啊焚掠了圆明园啊，叫做中国奸民焚掠说。那么这种说法那么建筑于我们国家的一些人的一些日记啊，像王凯运日记啊，王凯运日记当中呢他是这样记载啊，说夷人入京遂至宫闱啊，英法联军到了北京了啊，到了圆明园了，见陈设巨立，相借误入，云恐以失物所长也。说英军到了圆明园之后，看到这个宫里头摆设的非常的华丽，是吧？他们就相互啊告诫说：“我们不要进去啊，如果进去的话，这个里面丢了东西啊，会像我们索赔的啊。”
说这样的话，这个英法联军呢，英军那儿走了，啊，说吉夷人出，而贵族穷者，啊，就说英法联军走了，一些穷的贵族，啊，假夷为名，啊，就是冒充夷人，啊，冒充英法，是吧？随先纵火，那么他们这中国人呢是先放火，啊，说然后呢是夷人还，而大掠矣。是由中国这个奸民呢先放火，然后英法联军又回来了，啊，回来之后，然后开始又放大火，啊，焚毁圆明园。那么根据这些记载，啊，那么还有些人，啊，那么也就做了一些补充的记载，像黄俊，啊，他在《花随任圣安直译》当中，啊，也讲，说焚毁圆明园的，啊，这个祸首，非英法联军。乃为海淀一带之穷奇人，啊，说焚毁圆明园呢，这不是英法联军，是什么呢？是在圆明园附近的啊，海淀这一带的穷奇人啊，就是那奇人呢，很穷困潦倒的啊，这些人，啊，那么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啊，这个黄俊在另外一个地方还记载，啊，说本来英法联军到了这个圆明园之后啊，他们已经退走了。啊，经这个管员大臣文峰啊，这个劝是吧？那么这英法联军已经退了，啊，说疑兵已去，啊，那么但是后来这个文峰啊，投福海自杀之后，啊，是奸人趁时纵火，啊，这中国这人呢，这趁着这个乱，然后又开始放火，入宫劫掠，夷人从之。那么这些中国的这个奸民先进去之后开始放火，那么这个洋人英法联军跟着进去啊，跟从啊，夷人从之，各员结火三日不息，啊，那么这是黄俊的记载。那么陈代清，还有像这个徐树军，他在他们的一些这个文字当中啊，也基本上是这么一种说法啊，都是说首先是中国的一些奸人，是吧？一些穷奇人啊，穷贵族，他们先放火，啊，烧了圆明园，接着夷人才跟着去，啊，那么这样才导致了圆明园啊被大规模的啊纵火焚烧。那么这是当时啊，中国一些这个当时一些士大夫啊，一些文人的一些记载。那么这些记载到底是不是可靠？那么我认为啊他们这些记载都不可靠。啊，为什么不可靠？啊，这些人他们都是当时人啊，当时他们活着啊，生活在那个时候。但是他们不是当事人啊，不是当事人，他并没有参与这个活动，是吧？他更不是现场的目击者，是吧？他也没有在现场啊。他们这些说法是什么呢？是三人事虎。以恶传恶，就是听别人怎么说，是吧？甚至加上了很多自己的主观的推测的啊，这一些成分啊，因此这种说法它并不完全可靠，并不完全可靠啊。那么正因为中国的这些封建知识分子所记的这些东西并不完全可靠，因此这种说法没有被我们国家的史学界所认可。虽然他有这种记载，但是学界没有认可。那么除了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五种啊，对于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的这种分析啊，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你比如说讲啊，说英军焚毁圆明园啊，是为了逼迫清政府速签条约啊，逼迫清政府啊很快签订这个条约啊。还有的说呢，是侵略者啊野蛮的发泄兽性，啊，还有的说呢，是因为这个英国人是吧，嫉妒中国的文化艺术，啊等等，啊有很多说法。那么，但是对于史学界来讲，一种最流行的啊一种说法，就是英军投子额尔金为了掩盖掠夺圆明园的这种罪证，啊要放火焚烧，要销赃灭迹。那么这种说法应该说是最流行。那么这是我们国家史学界围绕着英军焚毁圆明园的原因的啊几种不同的说法，在这儿我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啊。那么下次课我们将
讲第二个问题，就是英国侵略者他们自己是怎么样啊去谈到他们焚毁圆明园的原因的啊，就是英国人自己的说法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先讲到这里。